的问题，台湾有足多问题啊。上台前，咱来先知影讲，啊，咱到底是啥物人？咱是对一国的人，咱是啥物款的种族的人？你若无了解，你会认贼做老爸。进台湾，哦，号称2300几万人，吼、哦，啊，你甲我讲，迄三百几万人拢中国人，剩咧2000万拢是咱本土在地，自古早咱的祖先就直接出世、生托到咱这代，咱叫做本土台湾人。啊，这2000万的台湾人，其中有一半，差不多1000万，迄个因为国民党69年的裕民教育，吼、哦，加加，伊煞早已认同伊是中国人。所以咱大概总统选举，吼、哦，大个选举会选出，诶，因是1000万加因本地300几万，啊，咱煞剩1000万，所以大概若要赢，都爱因国民党。分裂，哦，像2000年就是连战跟宋楚瑜分裂，哦，听着两组，迄个是五组出来选，阿扁啊是五组的其中一组，啊，就是主要这三组，国民党两组，另外是等于无党籍的，国民党的票分散，所以阿扁也选掉，陈水扁会当选到台北市长。嘛是国民党分裂，黄大州和赵少康，国民党这两个分裂，因两个出来选，包括阿扁也三个，所以拢三家赌的是阿扁较赢。吼、哦，啊，另外阿扁做台北市长做4年做遐好，民意调查差不多80%的满意度。是安那马英九出来选，迄阵10几年前马英九红阿头也袂歹看。啊、女孩子就看讲啊，这个较缘投，就当会较缘投的，啊，无咧讲这个对台北市将来好歹，吼、哦。啊，边啊，你看，伊做台北市长，接到迄个木栅捷运线的烂摊子，迄阵黄大州做一半，做甲含美国嘛，含法国的厂商，吼、哦，起纠纷，迄、那个叫马特拉公司。马特拉讲，规是我不爱做啊，放弃，闹跑。阿扁也接任讲，马特拉不拉，我们自己拉，有无？结果把木栅线准做起来，哈、哦。啊，咱即摆爱知影讲，咱的身世先了解者。你来看这個、台湾民族的地图，哈、哦。这个地瓜色的这个，啊、哦，粉红色的这个哈、哦，这就是高沙原住民族。差不多中央山脉以东，这拢是高沙原住民，因有14族，但是差不多3、4个月前，佫加两族出来，吼、哦，其中一族叫做卡纳富族，吼、哦，但这种无几百人，吼、哦。那么其实看这浅绿色这边，这是拢住伫较平地所在，叫做平埔族。右边这个是住伫山地的。所在，这叫做高沙族，啊，这个住伫较平地叫做平埔族。那么平埔族，那么有10几族哦，啊，即马只有记录的差不多10族，写伫顶悬哈。啊，我一个来甲咱介绍。宜兰只有一个叫啥？克马兰族哈，你们这个克马兰啊，客运哈。啊，那么台北地区。哦，一部分的桃园遮有一个族叫做凯达格兰族，是吧？就是陈水扁2000年选的总统，做总统的时候，就甲总统府头前迄条路，较早蒋介石讲改做介寿路迄条，甲改名，甲改做凯达格兰族来纪念台北地区的凯达格兰族。所以即卖呐，有咧抗议，哈、哦，拢嘛少一点。总统头前迄个凯达格兰大道，哦，伊阿咧抗议，哦，伫阿咧集合。后来，咱桃竹苗这个地区叫做道卡斯族，哦，道卡斯。那么中部包括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这个所在有三族，啊、哦，有一个
八只海族，啊，一个帕普拉，一个马布萨，哦，这三组伫遮。那么，分林甲嘉义，则有一个洪雅族，哦。那么，上大组的平埔族一组伫台南地区，哈，安平，即搭遮，哈，马杜啦，哈，嘉义啦，客家，哈，反正即搭遮拢。这组上大组，进目前到百几万哈、哦。这组叫做西拉雅族。那么西拉雅族各有两个分支哈、哦，语言大部分相同。一组伫这个叫做桃园哈，高雄县这个大姑哥里边，大仙叫做大那个小林村呐、啊、哈、哦，小林村因叫做大满族。那么各有一族，这较少人讲哈，连家的标识嘛无，叫做马卡道族，这是高屏地区。我本身我就是马卡道族，好。那么你甲看这种族哈，咱85%，你会抽开基因就是高山原住民族，还是平地？平地嘛是原住民族哦，啊，你也会记这。只是中华民国，伊要甲咱汉化，所以输人省，输人族谱，啊，等下去讲吼。那么这个马卡道族就是谢长廷第一届选到高雄市市长了，为着要纪念高屏地区马卡道族，哦，所以伊有伫这个纵贯铁路的边啊，吼，这个纵贯铁路啊边啊开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来纪念阮马卡道族。我今物甲你讲。要安怎记这个马卡道族？我给讲，你绝对记得开，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好、哦，安尼你就一定记开，好、哦，啊，火车来弄个包死的，对吧？好、哦哦，我的马卡道族，啊，那讲了马英九哦，就即摆大家拢时间哈，即、哦、几年啊，大家拢时间咧消遣马英九，那我来讲点马英九的故事。马英九唔是拢做个。Long stay， 都伫美术馆附近，对，无唔对？伫高雄个美术馆，吼、哦、啊，迄、那個、民城四路，往迄个高山路，塔山迄种用，吼、哦，来回啊，我来回啊。啊，迄 long stay， 即个是去一个饲猪个养猪户，吼、哦，伊个 long stay， 啊，伊就饲猪吼，迄、哦那個、农户饲猪后。饲一寡鸡啊、鸭，然后饲狗，哈。那么早时啊，睏醒，啊，就马英九就讲，请这个主人讲，啊，无你主人你行头前吼，引带阮来参观你的农场啊，吼，养猪场啊。啊，主人啊，较土地啦，啊，无想遐济。伊讲爱尊重总统，爱有尊重总统行头前。啊，总统你行头前啦。啊，总统马英九讲，无啦，你行头前，甲阮带啦，带路参观安尼。伊讲，无啦，阮都做农吼，阮饲猪饲惯饲吼，阮拢行伫个前生后壁，较惯饲啦。你讲，马、羊啊、狗这拢前生。伊甲因讲，无啦，你行头前，阮惯饲行伫前生后壁安尼。啊，即嘛到中昼吼，即嘛。主人嘛，穿一道足车走，请马英九。啊，抬家己饲的鸡啊、土鸡啊，无煮迄抗生素的吼，也无食迄抗生素的饲料吼，空甲真烂。啊，只马英九一个硬吼，硬就鸡卡。无啊，这中国人就足够讲迄美丽的辞藻，鸡卡就鸡卡，咱台湾拢讲鸡卡，伊就讲哦，这个凤爪好，讲凤爪，很多伊的皮拉顶管。啊，即嘛就讲买个一只鸡卡俾予主人食。哎呀，主人，这个凤爪好啊！主人见讲，啊，报告总统，阮无咧食鸡卡，阮拢留予狗食。你听有无？哦，好。啊，即嘛来跳到那个头拄啊，一张较新的吼，头拄啊一张较旧啦。这张较新的就马卡道族嘛吼，各边地区的马卡道族。但是这张内底嘛，也无写到这个小林村那个大满族哈、
啊，再有一个卡纳富族，哇，这新的。啊，佮另外一种吼，我拢记袂起，这个叫做拉阿鲁瓦族，这是拢用因的原住民族的音直接翻出来，啊，这拢无几百人，啊，这无几百人诶，中华民国内政部的又通过，啊，制作这个西拉雅族吼，西拉雅族台南地区这个西拉雅族800万，伊无好通过，啥物原因？不，啊，这800万。啊，这个原住民族补助款都这个变了这大地呢。啊，你800万每个礼拜分，啊，高山原住民族，哎，这几个高山的这，差不多无到60万呐。啊，你800万礼拜分的多啊，我人家都出草哦，好，都给倒出来跟你拼，好。好，过来，你是不是平埔族？平埔族有特征，就是你把你的手弯起来。你这手肚这有凹，有一条凹痕，迄就是平埔族的特征。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你的脚上细支的尖脚头，哈，尖头啊，哈，脚尖头上尾啊，迄个，你若尖脚必损的，哦，伊原来是。啊，另外就是讲，你的轮廓，哦，较深，哦，啊，过来就是讲。你的肤色，啊，像我这色的吼，啊，这个红，像人讲上帝用红的吼，红一个超伟大的吼，11分色的吼，但像我这色的，吼，乌无乌人遐乌啦，啊，白无白人遐白啦，啊，都红甲小可超伟大这色的，迄个呐，平埔族的特征之一啦，吼。过来一个生活习惯真重要。你若恁家有咧嫁娶，无姑坐大位，好无？捌听过无姑坐大位，这个平埔族的风俗习惯。过来，女孩子呐怀孕生囝做月来，爱食麻油鸡酒，这样那是。啊，过来就是讲，过去恁的阿公阿妈阿祖因一代有咧食槟榔，吃槟榔也是平埔族。我当然包括高砂也有，啊，是安怎？迄阵的人爱伫台湾爱食槟榔，啊，这有原因，因为台湾瘴疠之气足重的、足重的，吼、哦，足个破病，尤其寒天湿冷，台湾是海岛型气候，足湿冷的。你若台湾5度，你若去跟大陆型气候去中国。因遐5度，因遐5度袂冷，啊，偏偏温度只七，咱遮5度遐个，但是咱遐潮湿会降，会降咧，敢若像个降入去咱个身体足冷，迄、那个体温个体感个冷感会错，你会感觉足冷。啊，冷早期无啥物好个防寒个衣服有无？但你若食槟榔，你薄槟榔，你会当敢若会当像个杀菌啊，啊会当。哦，你的身体较热起来呢。哦，因为你来食了迄倒吊青啊，有无？有人讲食了水青啊。寒天哦，我嘛捌咧食着。本来寒到吼，啊穿到遮厚，穿4-5领呢，一领一领脱掉，因为规身躯寒，一直变寒。哦，啊，迄就是咧驱寒，吼、哦，啊嘛是咱讲驱这个瘴疠之气。啊，过来就讲，是啊，日本人，迄阵因为吼迄、那个雾社事件来台湾拍下来，高砂原住民族迄、那个南部吼、哦、屏东迄边的南台湾族，迄届因来食吃了大亏，就是因来水土部破病死的，比战争死的差不多10倍，烧尽死50-60个，破病死的50-60个，来拢。漏塞，哦，马拉利亚、科瑞拉，啊，蚊啊叮了，着登革热着，迄阵无药啊，嘛死。啊，火神沾着伊咧食的物件，伊火神拢去沾腐败物件嘛。啊，脚拢有菌，迄个沾着你的便当，这边吼，因、哦、遐军人嘛爱食饭啊，然后沾着伊食的物件，啊，你带来食着漏塞，漏塞脱水着死。好，来，咱来检讨讲。
那么是安怎？咱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这就是因为1952年日华台北合约第十条，1952年，咱跟日本跟50个国家签《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在1952年4月28号生效一天，等下生效以后，美国要求日本你要跟中华民国来台北这签一个台北合约。咱来看伊的第十条，伊讲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以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你注意看，头前一共有一个台湾及澎湖，加个一个台湾及澎湖居民，再后壁他又讲加一个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先那个加一句，这个就是拢在讲咱这本土台湾人。你会去马英九做台北市长，有甲迄个高山原住民族因伫这个溪边起一挂简易的房舍，你甲拆吼，伊甲讲，我把你们当人看，有无？我把你们视为人呐，我把你们视为中华民国国民。你讲我把你当人看，意思伊心内是你毋是人，但是我即马暂时甲你当作人看。你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你不是中华民国国民，我现在暂时把你视为中华民国国民，所以我们不是中华民国国民，如果没应该不出现这字嘛，视为，就是我们不是中华民国国民，但是为了管理方便，所以把你视同为中华民国国民，发中华民国身份证给你。其实这还是更早，1945年10月25号，蒋介石的部队来台湾接管台湾了，代替美蒙古来接管台湾了。隔年1946年呢，1月12号，用行政命令用一阵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行政命令，也叫做节参01297号，这个文讲。把所有的台湾人跟平湖人隆重归为中华民国国民，隆恢复为中华民国国民，伊是讲恢复啊。你会记日本人咧管台湾的时，中华民国还袂出现哦，